好吃吗？我是不是没骗你啊？你以后就不要在人间作乱了。你看着我做什么？你是要吃我吗？我不好吃，我不好吃的。凶做什么？你以为你还很厉害吗？我跟你说，你原来有这么大，但是你现在就只有这么点儿。神尊，你要做什么？此兽犯下重罪，危害人间，需要关入锁妖塔，思过。他不就是贪吃吗？又不是存心作恶，危害人间。他并不会每次为恶都特地叫你来看呀。但是我爹说过，我爹说上古神兽但凡沾染过无辜者的鲜血都会眸中带红，露出凶煞恶相。你看看他的眼神干净得很，最多也就是顽劣，没有沾过血。我可以不关他进锁妖塔，但你不适合养他。为什么？他是白泽兽，是上古凶兽，凡人都是以他的图像来驱邪避魔的。他现在还是个幼兽，等他长大以后，以你的法力是驾驭不了他的。他像小白，从他跳到你的圈里，我看他的第一眼开始，我就觉得他是小白。多谢神尊，神尊，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我也会好好管教他的，我不会让他闯祸的。神尊，我们要去哪儿啊？过了那里，前面就是幽都山。幽都山？哦，幽都山我知道，就是神魔大战的地方。我经常听人讲起五万年前那场六界瞩目的大战，但是我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啊，神尊，你知道啊？你给我讲讲呗。你很好奇啊？嗯。我带你进去看看。嗯。神尊，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没什么。哎。白泽呢？白泽去哪儿了？哪里来的小妖兽，竟敢擅闯山灵界？好了，神尊，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吧。要叫着顺口，听着顺耳，还得可爱一些。五碗怎么样？五碗？因为他特别能吃，每顿饭至少要吃五碗以上。你喜欢便好。五碗，好听吗？神尊，今晚的宴会很好玩吗？今晚山林族设宴，许多族长都会来。那这么听起来，一定很好玩吧？
你如果不喜欢热闹，就留在房间。谁说我不喜欢热闹了？我最喜欢热闹了。那你就待在本尊身边，一步都不许离开。神尊，今天晚上宴会结束后，我可以去街上转转吗？方才本尊怎么跟你说的？跟在你身边，一步不准离开。锦绣哥哥怎么还不来啊？不是说好了晚上见吗？母亲，儿臣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青儿，你哪里不适？要不要传巫医给你看看？不用，儿臣歇歇就行。国主，小仙现行告退。啊，善火丹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多谢国主。哎，这位姐姐，你有没有看到一只小兽，像一只小白狗一样，大概这么大？没有看到，会不会往花园去了？那里吗？嗯，多谢。给我抓住他！快点抓住他！畜生，敢咬我，叫你跑，叫你跑！上啊！吴婉，吴婉，我让你跑！别跑了，跑不了了吧？什么人？是你？又见面了。小仙不是故意闯进来的，小仙是被人追进来的。你快把小仙给放了吧。你是谁啊？我是……我惹上那公主，若爆出神尊的名字，怕是要给她招来麻烦。不想说。
小仙无意冒犯，还请仙君放我一马。快点，别让他跑了。是，快追！人呢？找到了吗？没找到。你们两个这边找，你们两个到前面去找。是是是。人，我已经道过歉了，仙君莫要咄咄逼人。我咄咄逼人？你三更半夜闯进别人的居所，你还振振有词了？公主，那小仙会不会跑到国师居所去了？他敢！锦绣哥哥，锦绣哥哥，你睡了吗？你要是还不说，我就把你交给外边那位公主，她可是没有我的脾气好。仙君，仙君，上去看看。锦绣哥哥，你醒着怎么不理我呀？是被你吵醒的。你有看到一只小白狗吗？狗？嗯。那你有看到一个小仙娥吗？是从天宫来的，跟着九成一起。没看见啊。锦绣哥哥，刚刚宴会你怎么没去啊？你都不知道你不在我有多无聊。连你都觉得无聊的宴会我去干嘛？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锦绣哥哥，那青儿先走了。九晨，吴婉，你跑哪儿去了？你吓死我了！人呢？赶紧找找！哪儿去了？林夕，神尊，你能看见我呀？是不是又闯祸了？我错了，神尊。哦，对了，早点休息吧。明日本尊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啊？都怪你，你今天睡外面。神尊，这是哪儿啊？这里是魔君的封印之处。就是这里啊。你不是一直很好奇吗？好奇是好奇，可是我进来之后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啊。神尊，我们回去吧。回去？嗯。五万年了，此地魔气郁结，生人勿近。除了本尊，就唯独你可以安然无事地走到这里。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
想去看看本尊休息的地方吗？想。走。神尊，那个是什么？再见到你的一日啊！起来吧，神尊，请。吴婉，吴婉，你怎么了？闹什么脾气啊？是不是因为没有来过这儿，有点害怕呀？你呀，越来越不像个神兽了。走吧。在此，本尊去寻他。神尊，我可不可以出去等啊？神尊。
神尊，我们可不可以换别的方式休息啊？太冷了。我这个还没还给你呢。神尊，最近天宫的风言风语我是不会信的，我知道你是个好神仙。神尊，我知道你是不会做错事的，你都是为了别人，你为了别人你宁可委屈自己也要顾全大局，庇佑弱者，因为你是战神，你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世界没有你，如果他还没有，如果眼前没有风景，神尊，如果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药王洞拿药了，我可以给你炼药的。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真心纵然了无起，凡心也含蓄，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长在皮肤的命里，心动会记忆都转心意，因为你这几万也算一，这爱情是注定，一枪一段一片一难都是你，这一杯一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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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神尊。你没事了。喂，我刚才等了你好久。神尊，是灵犀做错了什么事吗？你是在罚我吗？就像我爹把我关起来那样。那里好冷，我感觉自己快要被冻死了。神尊，你是在吓唬我，对吗？我就知道你是在吓唬我，你一定不会忍心看着我被冻死的。你看，这不就回来了？神尊，我渴了，我想喝水。你没事就好好休息。我还想吃东西。神仙是不用吃东西的。才不是呢，我们桃林都是要吃东西的。我爹就经常从凡间给我带麻酱烧饼还有辣椒牛肚回来。那是你们妇女嘴馋，这样才能让日子过得开心一些啊，要不然不就太无趣了。本尊一直都是一个无趣的人，这里是从极渊，什么都没有，你想吃离开便是。神尊，你的宫殿好大，我害怕。我现在不想一个人待着，求你了。闪开！不自量力！谁会在自家洞府布阵？还说没鬼？神君，九臣想辞去战神之职，让位于你。为何？九臣，你看，真君也想知道这是为何。臣有急事，先行告退。天君，他还没有说完呢。紫光在，
跟上去。是，天君。务必把人给我搜出来。是是。出来吧。你是何人？小仙呢？九成战神坐下仙娥灵犀，不知西王母驾临从极渊，所为何事？鬼鬼祟祟，抬起头来。果然是你，你以为装着糊涂就能瞒过本宫？王母娘娘何出此言？小仙不知。还狡辩！本宫好好的摇花宴被你毁得一塌糊涂，你还放走那妖兽吞天，还杀害我昆仑山守将。小丫头，你厉害得很嘛！王母娘娘，小仙去昆仑山是为了找我的仙兽吴婉的，就是他被你的座下仙使带走，小仙去是为了找他，并非有意破坏你的摇花宴。吞天兽被人放走，确实并非小仙所为。至于昆仑山守将被杀，那就更与小仙没有关系了。你倒是撇得一干二净，有什么话到普化仙君面前去说吧。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是是。等等等等，小仙乃战神座下仙娥，这里是战神属地从极渊，就算你要抓走小仙，也应该先征得战神的同意吧。还不动手！我说了不是我，你们不要逼我！我。战神，王母驾临，失敬。
九臣，本宫敬你守护六界，战功赫赫。今日本宫要带着妖女走，你且让开，本宫便不计较你窝藏她之罪。她是我浮云殿之人，出现在从极渊理所应当，何谈窝藏二字？她与王母之间的误会，稍后本尊自会带她到天君面前亲自解释。你身为天族司战之神，却百般袒护着妖女，就不怕天君震怒，没好下场吗？这就不用王母费心了。九臣，本宫是看在天君的面子上敬你三分，你不要得寸进尺。今日本宫一定要带着妖女走，你又能如何？来人，今日王母硬闯我从极渊，伤我座下之人，本尊并没有感到丝毫敬意。你得给我一个交代。那是自然。走。战神，是天君命小将来的。若战神没有其他吩咐的话，小将告退。我们得去天宫一趟。启禀天君。好了，不用讲了，本君已经知道了。是。百善，小现在你走一趟吧。谨遵法旨。害怕吗？反正伸头缩脖都是一刀，早挨早了。反正我又没有做过坏事，这样东躲西藏的太没道理了。看来你的确不喜欢待在这儿。当然不是了，能和神尊在一起，待在哪里我都是开心的。我只不过我不喜欢这样稀里糊涂的过日子罢了。有我在，不用害怕。嗯，神尊是这天上地下最厉害的神仙，有神尊在，我什么都不怕。哦，对了，神尊，那西王母说你袒护我会惹怒天君，会没有好下场。我日后
要天天听你叽叽喳喳的聒噪，的确不算什么好下场。那我可以少说话的。没关系，本尊可以尽量忍耐。沈尊，开阳，你带他们四处查看，守住各个出口，若有异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是，走。师兄，那我也去别处查探了。你去吧，本尊在此便可。是。你在这等我。过去。没事吧？谢仙君相助，不知仙君你是桃林哪一族的？改日必登门致谢。我乃昆仑山王母座下仙使，途经此地罢了，就像你们也是凑巧，登门就不必了。那妖魔不知是否还在附近，你们还是速速的离去吧。那多谢仙君了，你也多加小心。快走吧，走，小心点。看来那两个妖货是跑了呀，还是不能误了王母的宴席呀。白泽寿，你有没有看到一只小白狗？大概这么大，我养的。白胡子，白胡子抱走了。不会是刚刚那位上仙吧？他是哪儿的来着？昆仑山，昆仑山。走。你们来自何处？我来自青丘。我来自天宫。我们来自桃林。你们赶紧回去吧。多谢上神。坐坐。
如此大胆，敢擅闯我的桃林，别挡我的路。乐伯为何在此？这个妖孽居然擅闯我桃林，我可不愿在桃林跟他争斗，故引他来此喽。你在这儿，林夕现在可一个人在桃林，他们现在正在抓五万岁的女仙。好，谢了，我这就回桃林。先抓不着了，现今浮云殿出手，九臣亲自下界，属下。义父，水月鼎的线索已经断了，我敢保证那东西就是浮云殿的人盗的，但是九臣死活不认账，孩儿也没有办法。九臣，属下办事不力，请安住责罚。只要本座修复魔道，便是九臣亲旨，本座也不怕的。可是水月鼎，修复魔道不只就水月鼎一个办法。魔道是上一任魔君坐骑脊骨之城，没有水月鼎，还有吞天兽。可上哪儿寻找吞天兽？本座知道。神尊，幽都山可有异动？属下发现有一股魔气向西北方向飘去。啊，神尊，魔君坐骑吞天兽今日在化生池炼化，不久便会散尽骨血，西王母特意邀请诸仙前去共睹盛世。这么多人啊，我还是从后山试试吧。这后山果然没人。
妖兽的味道，难道是吴婉？凌月呀，你这当了国主竟真是忙起来了，一晃数百年都没个音讯。是啊，一晃数百年都过去了，是我的不是，以后定常来昆仑陪王母说说话。嗯，启禀王母，战神到。战神，快快有请。是。受伤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谁关你的？想不到我小小的蟠桃会竟得战神亲临。王母客气。谢谢我的战神。战神可是为公武而来。听说今日吞天炼化，本尊路过前来看看。战神，请上座。将军，请。玉离仙子。小仙拜见王母，路上有点事耽搁了，还请王母恕罪。本宫开着宴会本就为大家一乐，能到场的都是我贵客。战神也在啊，许多年未见神尊了，请受小仙一礼。他与战神倒是投缘。这是白泽寿，是我座下仙娥坐骑。不知道你是在何处得到他的，他的主人现在在哪儿，可有不妥？小仙是在下界偶遇汉山族人作乱，救下了两名仙女之后，意外拾得了这只灵兽。小仙竟不知这小兽竟是有主之物。那两名女仙人在何处？均已回家了。这灵兽确实不凡，本宫看着很是入眼，不知战神可否将它割爱于我呢？自然是不行，本尊并非他的主人。王母日后可以去我浮云殿询问他的主人。万灵院中珍奇异兽何止千万，本宫再不济也不至于向一个小仙娥去讨要吧。这战神也太狂妄了，谁叫人家有战功呢。各位仙友，今日本宫请诸位前来，尝蟠桃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前任魔君吴之奇的坐骑吞天被浸泡在化生池中已经七七四十九天，马上就要散尽骨血，
魔气尽消，本宫会将这吞天的骨血送给药王洞的两位医官炼化为丹。此等上古凶兽炼丹非同小可，今日本宫请诸位来共睹盛世，共享仙丹。王母厚德。别动，我救你出去。你的血骨还给魔君，魔君重见天日，再掌六界。住手！他都已经这样了，你别碰他。你是谁？昆仑山的小仙娥？杀！禀报王母，我们发现后门守卫皆已毙命，想必是那营救吞天的妖女所为。依战神所，王母息怒。各位仙友，有谁知道这妖女的来路吗？小心不知啊。我都给我去找，就算找到天边，也要把这两个妖魔给我抓回来。他们好像没有追过来，你快把我放下来吧。
很难受吗？他不是难受。又是你。他被化生水泡了7749日，而今日就是他的死期了。我真没有想到你们俩这么有缘。吞天本为混沌所生，未开灵智，没有善恶。他被魔君收为坐骑，而他只认魔君。今天你们注定要死在一起师傅去哪儿？找林夕去呀！找他干嘛呀？你还敢说？让你看个人都看不中，我桃林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窝窝的狒啊？给我起来，接着跪！你自己都一块骂进去了。原来魔君要找的人就是你。说过多少次了，林七他不在殿中，不在殿中，不在殿中，怎么的？我还能给你变出来一个不成？如果你实在不相信，你就把我带回桃林，等神尊回来了，你让他拿林七去换我。那我找九成，神尊也不在。我要进去搜。老头儿，我敬你是林七的爹爹，才一直好言相劝，
你再这么胡搅蛮缠，我们就只能亮亮兵器过两招了。十三，十三。我女儿真的不在礼堂？真的不在，我们干嘛骗您呢？告诉九臣，把我女儿给我还回来。陈尊，这位姑娘她怎么了？我要帮她预购疗伤，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是。灵犀在哪儿呢？师兄，你该不是把它藏起来了吧？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更加关注魔族余孽再次出现的事吗？这些人出现也不是一日两日了。师兄这个时候把事情报上去，明显是为了转移视线。师兄，你就跟我交个实底儿，灵犀跟魔君到底有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想保护他，我也觉得他挺好的。可是我们身为天宫上神，身负守护六界之责呀。我们你行了吧，师兄，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借机教训我了。你想多了。师兄，我跟你说说话解解闷吧。哎，你看啊，咱俩可是打小就在一处修习，我做过什么混账事你都知道，你的脾气秉性呢我也了解。你不喜欢聪明人，心思越是单纯你越是看重。开阳莽夫一个，韩章和朱邪也是榆木脑袋做事一根筋，更不用说十三了，修炼了这么多万年还是一个榆脑袋。其实你就是喜欢简单的人，所以呢你会护着开阳、十三他们，如今对灵犀也是另眼相看。灵犀是挺好的，活泼可爱，简单直接，机灵有趣。自从他来了你这之后啊，浮云殿都变得热闹多了。可是如若是因为他让你陷入与六界与苍生为敌的境地，我也是万万不从的。你放心，我自有打算，不会有事的。好吧，我自小跟着你，知道你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你在长生海沉睡了五万年，醒了之后呢又一直在这浮云殿待着，定是闷了。等这件事了了之后，我带你出去转转吧。我们可以去凡间看花喝酒，听琴打牌，也过过平凡舒心的日子，怎么样师兄？绰号已将魔刀修复，哪怕是遇上你也有一战之力，此次行动不可大意。是。他现今实力大增，待会本尊向你们部署一下安排，这一次务必一击即中，将他们灭于幽都山。是。
幽都山的地势险恶。云峰，你从东北进攻；韩章，你从西北进攻。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仲浩陷于进退两难之地。明白了，明白了。你先走吧。是。仲浩这一次的行动目标是灵犀，至于灵犀，放心吧，师兄，这次我亲自去，一定把事办得漂漂亮亮的。如此最好。神尊，这交给我吧。这次去幽都山啊，我们一定要细细筹划，不仅要胜，而且要胜得漂亮，不能再让我师兄失望了。哎，上神，你现在怎么变得正经八百了？你不是一向放荡不羁、爱自由吗？本座那是一生热爱，难回头。你懂什么？云峰上神，你这是要去见我师兄？是。什么事啊？听说神尊要带兵出征，我想一同前往。神尊就在大殿，你进去说话便是。既然来了，就进去吧。那小仙先告退了。袁童最近怪怪的，你说这袁家的事吧，也不能怪他呀。回来的吗？神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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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师，天族派了许多兵将，暗自布防到了幽都山。九成的人。是的。你探查到他们踪迹了？是，他们应该发现我们了，但并未在意。国师，战神亲自出手，仲浩的人恐怕顶不住啊。知道了。仲浩若死了，我们如何去寻开启傅灵渊的阵法图？岂不前功尽弃啊？所以啊，他不能死。
你没事吧？要咄咄逼人，逆入魔，我是战神，无怨无仇。我族被奸人所害，我为他们报仇，有何不可？报仇的方式有很多种，你要做魔的棋子，便是自寻死路。说的真冠冕堂皇，我知道。也是为了那个小丫头，只要她在，魔君何愁负伤？神尊，你回来了。